又出来露营，虽然我觉得还没有到特别暖和的时候，但是能明显感觉到这山里氧气还是十分的浓郁的，就是给人感觉还是蛮不错的。进来之后感觉很幽静，然后心旷神怡的感觉。走吧，我们一会儿先去弄点柴火，把桌角支开。组装的时候听到这种扣的声音还挺爽的，感觉一种啊完成的感觉。白色 Kleenex 跟那个 Neighborhood 的联名，这就是一把比较轻便的女人。锅这个颜色跟整个今天的天空的灰色非常的搭配，都属于哑光色。我们给你的石炭对面还有一套铸铁锅，今天一会儿要吃的食材。劈柴也要戴手套吗？这不是焚火手套吗？我只劈过那种圆柴，在戏里劈过，现实生活中我没劈过柴。啊，可以的。我现在要拿那个这个树枝做一个那个锅的柄，又没有带刀，所以只能用斧头来干这事儿。好像发现有一根更合适。OK， 完美，太野了，感觉这比一般的饼还要结实。吃鸡的平底锅，看了一下煎饼的那个教程，200毫升的水。煎饼粉、海鲜包、两包蔬菜包，充分搅拌。那我就不能发问一下，这里面真的有海鲜吗？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要这时候我再翻车的话。目前还是刻意的，但尾条之后完了，把饼翻车了，还是成功的。然后开始第二章，挑战新反饼技术。哎，看到没有？还可以啊。